我就没拿着，拿拳套了吧？哎呀，拳套也没拿着，拿魔抗着吧？哎西吧，这个长平，柴平普雷厄，这小子。咱们演唱会门票也不贵，200块一张，就在俺们家楼底下，我就开一个。哦呦，阿伦，天神，哎呦我。这把天神狼人玩不玩？玩不玩？上来没给咱装备。谢谢赵四，好美丽。呀，有攻速了，不玩啊，看吐了。那行，尊重你的意见，不玩了，抢个攻速，俺们糊了，糊了。我决定吃10块钱利息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细节。应该不能打不过野吧，努努给他撇了。正在命时啊，这么多三国呀，喊的好有力道啊，黄子儿。三国为什么没有蛮王呢？可能蛮子的技能太垃圾了，他不知道放点啥。我觉得应该有个蛮子，对，这里边应该有个蛮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干哈瞧不起蛮子？嗯。瞒着八费卡呀，不是八费卡，五费卡呀。瞒着干哈呢？瞒着开大，开大好像不行，有点弱呀。开大灵魂莲华夜幽，夜幽没用是吧？要明咒对吧？要明咒。我这把神射手也行，我这把直接把这维恩一拿，直接上个卢安娜的飓风。我这也太背了吧，两件装备，我操，我才发现纵观全场也没有两件装备的人吧。哎，一整场就没有两件装备的人，全是三件的，只有我，还有四件的，好像是，就我们一个人两件装备，啊，就俺们一个人两件装备，像个人了，真是像个人了。哎呀，这波居然赢了，不应该赢了。你三件装备，搁哪的三件？哪有三件？这不就两件吗？我决定这波把这黄子给他撇了。
没有啊，这就两件儿。我准备好了，给我来一把，给我来个劫，给我来个夜幽劫、夜影劫。不是吧，这也赢了？没事，这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不要攻速，问题不大。嗯，这拿不着就拿这个，再或者拿这个，这个不会吧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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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不大。同行应该不能吧？不会吧？好像没东西可以上啊，上个这个吧，上个锤锤。把猴杀了，这猴都被我偷成41点攻击力了。哎呀，连败没保持住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赢了两把，哎呀，失败，真的失败呀。我操，这小子真是同行啊。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劫行不行？劫派克怎么要一打三？派克还好他没有攻击力，他的攻击力被我偷腾了34点。哇哦，糊了，对不起，我糊了，你们随意。锤石要不要升了呀？不升了，锤石。天选积木，哎呀，这天选积木，给个攻速吧，这样我们就无所谓了。其他的，漂亮。我宣布这把已经吃鸡了。我看到鱼食了。
哎，我现在上四个夜游这个节能顶住不？这节这样吧，我们这俩放旁边，让积木站中间。试一下。这，哎，他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呀？他的攻速快到底是什么原理这么快呀？我看羁绊效果了，他不得放技能才快吗？那没放技能，他就夸就放就快了，上来就 2.5 啊 ，bug 呀、啊，应该是 bug。有个哥们说了，有原理还叫 bug 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是升级呀、啊、还是地人啊？升了，先升吧，这样是不是会更厉害一点啊？这样我们还有前排，然后还能有个咖喱奥出来，顶的时间更长一点。上去吧，六级开地，拿个狐狸。大剑也没了，拳套没东西拿呀，随便拿吧，拿个这个吧，没东西拿，这波确实没有东西可以拿。大剑攻速锁着甲全给拿走了，哎呀，对，应该拿个眼泪哈，应该拿个女神之泪，早说呀。我觉得我再升一级再地吧，要不再升一级，二星的英雄也不是那么出的很少，不行，不能升，升级地不出来。别急啊、哦，别急，现在我们应该是有点无敌，不能升。
现在升肯定是不行，不能升啊，现在不能升。对，现在地劫的概率会大一点。这波升了，我们就有点亏了。蜘蛛有什么用？蜘蛛没用啊，撇了，留着福星啊，蜘蛛。这咋一个劫也没有啊？妈耶，简直了，衣服卖了呀，确定啊，卖了刷别的呀，哎呀，行，听你们的。为啥一个劫也没有啊？哎呦我靠，我吐了，我30块钱，30来块钱一个劫都没有，连个劫都没有，天了喽，苍天呐。差点没打过，有同行，那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有，确实有。哇，真的是同行哎，我以为他不是同行呢。我上当了刚才，哎呦我以为他不是同行呢，原来他真是同行啊。人家怎么老有这夜影节，我怎么老都没有呢？又被同行给干了，哎呀，每把都让这同行给干了，我属实是有点接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完了，千珏没拿着。本来我那梯木不卖，我感觉挺好的，俺们上七人口直接成型了，然后呢他妈的硬让我卖，硬让我把那梯木给卖了。
瞎指挥。谁让我卖了？我给你翻一翻啊，都有谁啊？你啊，叫灿泪，啊，感觉晕，嗯，你他妈能不能？能不能看弹幕？不要踢母！你看啊，还骂骂咧咧的，看着没？咆哮的输卵管，看着没？没错吧？没毛病吧？哎，还骂骂咧咧的，看着没？还有个骂骂咧咧的呢，你看，看再看看啊。张爱宇 JDVGD 我能给你找出来30个人能让卖 Team 的，我能给你找出来30个，你信不信？三个级外卖到了。本来俺们这把呀，七人口就成型了，硬让我卖一个，八人口才能成型。哎呀，简直了！简直了呀！我决定拿个零封，上个零封。啊，千珏上错了，哦，上错了，不好意思。给气坏了，真的给气坏了，气的给气完了，英雄都上错了。其实我觉得现在三星红可以不上，主要就是没有狐狸。再给个大棒，科技枪，春哥，反甲，哎呀，福星来了，反甲科技枪吧。你说我现在是地呢，还是不地呢？我升了吧，我升了再地吧。哇哦，四夜影，我现在地了也成不了型，我先升一级再地吧。哇，这塞拉斯掏不动，对对胡，试试这个能不能比刚才猛一点，质量稍微差了点，不过也还行吧，应该让积木在中间卖，
直接上八倒不用，我这老些血呢，我直接上什么八呢？我现在有20滴血，我就直接上八了，我60滴血我着什么急呢？哦呦，对，你们就指挥啊，你们就指指点点指挥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气死你。菜还不让说，刚才俺们 Team 好好的，硬让我把 Team 给卖了，就硬卖。你看，本来现在俺们直接成型，开始随便递，递个结，递个啥子都行，硬让我卖，硬卖。然后卖完以后，呀，菜还不让说，就这样式的，看着没？哎，老这样式的，没有天理了呀，毫无天理可言呢。法师没了，龙刀吧。来了，哎呀，来个艳阳，哎呦我操，真猛啊，真猛啊，起飞呀。等等钱吧，我估计我应该现在就不用地了，现在咱们就不地了。不过这劫还是差点劲呢，这劫，这小劫，这把打完，要不然咱们吃饭去吧，别整那福星了，行不行？该吃饭了，7点钟了。实在不行，我这把给你上俩福星，我把那猩红下了，你看行不行？抬走。边吃边玩行不行？边吃边玩肯定不行啊，那要能边吃边玩，那不就边吃边玩了吗？你一个人，俺们家俩人呢。
呀，刚才派克应该卖了的。哎，你好啊，爱人。剑魔要不要？拿着。春哥剑魔，这个飓风死亡之印，飓风给你死亡之印，随便给吧，你们说哪个就哪个。千珏，千珏一秒没了，千珏。哎，我就纳了个闷了，为啥人家的那个劫老是先打死我的劫呢？凭啥呀？我的劫为什么不打他家的劫呢？总是他们家的劫把我给杀了，我有点不服，我说实话。咱就不生了，他生让他生去吧，我们就不生了，我们主要生这个劫，还有猫咪寡妇跟千珏。人家是天选之子，行。不行，我把我的劫放在右边。刚放右边，左边厄斐琉斯切不到了。哎，头好痛啊！我来这波放左边赢了，哎呀，我吐了。狐狸没拿着，没关系，狐狸不重要。你好啊，爱人。操了，这地怎么地啥都有呢？地了半天。又开始这个样子，没事，这波应该赢了，问题不大。这要是赢不了，这属实是不太应该啊。一会儿我先把他的劫给他吹了，哎，咱们先吹他的劫，其他人啊。对于俺们来说呀，都不太行。嗯，这一手刺客阿卡丽，我给他拿下。哦，他有水银，我操！哎，忘了，还有这种事儿呢。这撇了吧，这剑魔呀，一下夸来杀，我以为他是要升三了，你没想到啊，他是来坑我钱来了。猫咪呢？这给谁呢？吹不起来哈，咋整呢？这个我觉得可以先给个小猫。不会吧，我难道要被抬走了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给我掏他的劫，掏劫呀，掏劫，掏劫，别掏的，操！哎，这劫怎么打着打着换目标了呢？为啥打着换目标了呀？我不服，我这波本不应该死，我凭什么死了？他为啥换目标了？我必须得看一看。
啊，夜影隐身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还是这样的呢，太难了，还在这样式的呢，没法活了，这节奏。